目前呢，
我不要少，阿妹你都不要少，哦你都不要少，因为两三单我可能来这皮肤也笨死了，看起来吼，但是咱来这笨死了怎样？咱内心说起来笨死了怎样？那么内心的笨死，透过着这潜意识，咱把人倒过来心观刷，哦，阿你讲不有是卡笨死卡，是叫做卡，哦，叫做卡，阿你唔会去。变苗出来，你们在哪里？哪里去了哈？那很多话，都把变苗了去。那变苗等咱有一时进入，哦，那是没有那个这脾气的话，快乐，这个可以啊哈。不过你啊，这个啊，冬天恁过去与疫情当中啦哈，拢差不多那个好了哈，一个好无？不明白了哈，那有两个事情，好下个一天哈，啊好像比较辛苦哈，得先那个怎么做？不接你不接你，那你咋那个接你？我的哈，按哪里来？我按哪里来？不要顾，按就对了。我们结婚的是很大功，这个疫情的关系哈，那是一波哈。疫情那么快就解除，好，啊你要是看这年头的你，你若变不了钱，那你输钱；你若变不了钱，那输钱。哦，啊钱你那么大，你都冇问题。哦，啊咱大家咧，啊大人冇贵那么简单啦。哦，啊就对吼，那个我手机不三百六十五亿，那个事情你冇不会问啦，冇会问，不会问啦吼。你看大家现在说欢迎，那个钱呢？给你大家觉得是舒服，啊，但是真的快乐，但是人是欢喜。那你一年，第一就是改变自己，万变因素调。因为大家不是想恁这人才，大家是心里有欢喜心，那个这个办。所以当那是刚过去，那是过过就崩了，是过过就崩了，好不好？崩了，真的没用的。啊，那是去的呢，那过过去。你记得我，但是我哦，伊个心境个提升啊，伊个本事个更好啊。那人有迄种温吞个，你听无？温吞你听无？你今日看伊嘞，我来看伊，你会惊死。为嘞，你本事拢无咧变，为嘞有无？啊，为嘞基本在，你前面当当面嘞，慢慢就一个物件都无，为嘞有无？用这个道理，哦，啊，当然你温吞个内底当中。生命啊，爱你情理上来，这个生命，你应该想到没？当然你温吞这个反应，你的发作啦，你的尿气啦，你的咸汤啊啦，啊，你的这个精气啊，都在消费时，但是传染病会出来没？一定出来。啊，但是你一做清洁，你就不当病，啊，不当病啊，这物件就不当病，都不好处。哦，我比如咱听无？内心世界人温吞哦，有啲个疾病造出来，不满啦、是非啦、烦恼啦、痛苦啦、报效啦，哦，贪嗔痴这大批拢造出来，不过还是有本事无？啊，这就叫做毒，三毒贪嗔，毒毒死什么人？死家己啦！啊，你来了，你有病做清净，每一日就欢喜心、快乐心、幸福心，哦。感恩心，安尼有本事无？安尼做事咩？咩啦？吼，一定是有能力想想吼。啊，今日去要按过去迄个案例啦吼。啊，我们把这个原文大家听一下吼。原文天照，女住姓苏，这部分的姓吼。定先皇先曲，天心回在，明明上帝联合。为表明，悔过去世诸佛事，恰因菩萨天时接引，人生依然无明。如今业难平平，今师尊师父奉天承运，三者来开普陀之一大庄严。弟子信师，定自领力帮助。担任帮助人才以来，领导一方的部
是一点，在修办的过程当中，烦恼侪过重，严重影响道务正德、耽误良心，家己火过万分，罪当难赦，令我奉天公主、弥陀师公主慈悲，此时候能为老大人代表两吉。以上大人下面先人一本书，宣传下水用款，实施下心难度万里，应当贵包年终，一书当年今年当我得无受益，一书款。那些人那你有没有这个说法的话，他那个想象的来思考一下，那你今年的电动用安尼过，安尼错，最过错。我相信讲，所以年轻人还是较无啦，伊个唔知我，未使犯错，未使犯错。但是过错难免大有啦吼，我们要小心嘛吼。哎，就是讲，那个发情书啦，那个发语音啦，哇，那个发微信啦，是发那个牢骚啦吼。小花代志当中，那没有办法。医生啊，取款条啊，是安尼吼。不过呢，迄个道歉，或者是分单啊，是名唔写，我是唔知啦。啊，要叫吼，要叫迄个行员去写上迄个取款条啦。啊，行员讲，我今嘛规定哦，拢就是你来去写，我唔算难写，安尼对。啊，迄个道歉，那道歉不写呢吼，听特别爽一条。你是我用钱请的，啊！你若唔识你个，那咧头先咧讲，那咧真啊像食菜咧，那是罐头咧，那个食菜咧，罐头食菜吼，啊！这本来就是规矩，那是正常代志。啊！不管你娘吼，要讲我等，但是迄个情绪发出了后，咱个底部叫受点歹势的。你定所谓去看电视，那么三公这回，这就是精神，拥有跟控制别人是不一样的。哎，他们旁边的股票，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先生，他们的家也是肯定有精神哦。那你控制别人是呗？现在控制别人是，啊，别人是起码是一个构成，但是呢，我不应该搞家务出轨嘞，不能不应该和太太不出轨嘞。不应该做阿公富贵嘞，敢是？啊，不应该你就讲出来，不应该。啊，你讲说明好势，不应该。哦，这叫做情绪。哦，啊，所以这种是人的感觉开始。哦，安尼。所以道错金火痛改前非忏悔。这当中哈，啊，咱前人哈，甲咱知识今年要忏悔的这个方向啦，哈。第一。人进行这轮啊，没有秀出来了哈，后边的时候我们都秀出来哈，但是那个秀出的是跟谁先？给你这资料哈。那忏悔的你那烦恼的噪音还在了哈，哦，这个烦恼的因是从无明的精气生出来，如同烦恼的盘点呀，我们的心灵不可能清净的。各位，你的欢乐是不是快乐？欢乐是不是热情？有这样的困难，他们这样想的，有欢乐无？啊，愈欢就愈乐，愈欢就愈乐，啊，欢乐。但是啊，欢乐就参像什么呀？就参像迄个咱较早有，迄个慢慢停，慢慢停，你知影无？咱后边我心中吼，咱掏钱。你迄个在那個，迄、那个罗汉松，罗汉松今年咱年庆二十周年庆，咱武汉吼叫一寡啊，这个感染啊，无人经历啊。迄罗汉松上上吼，
上神无机会半年了。迄一条细个条啊，细个条啊，迄个网啊电，竟然包规层的落来，说规层哦，去规层规个拢发包去了，拢发包了，拢发包了，迄层落来说坏去去，坏去去。我诶网啊电话做我根本错事，做我根本错事，规层都发包包了。啊，我迄阵有叫咱李良师傅啊，咱个人一个话题，哦，李啊李先生哈，啊，来咧经历。我甲讲吼，你先讲啊，先讲啊，好，我们这是做该处理的。即本来咧拄着这个，哦，你刚经历这个啊，这个花草是上该处理这个。这帮个你不是拄着啊个草原呢，这个比较跳跃对不对？要你要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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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套翻一掌，不要想掌空间。套一个掌，我讲也是一条。等你慢慢点解咧，忘记了心。忘记了心来忙，咱达不到欢乐，咱达不到痛苦。你只要心的地位稍微出来点，你也快乐点，你也幸福点。咱要忏悔，就要忏悔心，这慢慢点点打过，来跳落。但是慢慢点就对了，迄个点就对了，对点有诶人，无名实性真是有准。那错的讲，斩草不除根啦吼。阿奶奶，春风吹又生啊！但是安尼吼，但是斩草要除根，那除根是重要哦。但是除根你没有除了种子，你的根啊坏了啊，迄个种子不等它生出来哦。嗯，你会相信不？想把你处理的是这些事情。那是古人在讲的，心田不足，无名草，对不对？嗯，甲凡相成定化。哦，心田，这个心田，咱这个心田，唔通进入无名草啊，境界里面，不从无名草。你的境界里面，你的境界叫地位的规律去，而且地位的规律，就靠这个方法点，和这个无名的草啊，阿西里面在锻炼，你锻炼下啊。啊，所以咱今日你这个地，甲境界就清净，叫过啊，对不对？你只会三个火，不怕不火。嗯，今天我想了解，后边精细啊，双一家变分，想五千不变了，五千不变都是，嗯，我讲，不要那边头发放下了，啊无呢，哇，不生，哇，不生，啊你精细的头发过变，啊你有意思无？嗯，咱只要心，为现在我修四十几年，你不明经济嘛，你来变，那维修上的桂林维修的桂林维修。无名在地上，这无名在人头上，对咱的敬重，这是一条。你问，你修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嘞，修到尾，那也多得落来。有影嘞，所以他们告诉那些古人，告诉在老和尚脾气大，大法出家就大。就是那无名境界嘞，你要搞清楚嘞。你问，我不修和尚，你不是老仙跪下嘞？老仙跪下那无名观者。穿了如何呢？心人来穿了，你来穿了，心人来穿。所以修得人是这个样。无名的杂草心气，你这边花白水眼里表现来的，你经历了什么？但是一定会是会给动出来。主上爱出见，出见要爱出经济，咱心的这边修的经济，艰难处理，马上掏钱。越到那里越穿，越进去越细，越到地细地细多。那个细就是细条条那个细，那个细就是无被细的无被鸟拉的。就叫做我执，我的主观的意识，那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是细，你能够钻顶，你一忘记了细，那不是为了那个修剪的别人管束。那修书的不灵呀！现在比我对我心里的心，我对我心，你跟你对，安对不对？那你听过老天，你讲电台你听到无？啊，我老天，我老天，你讲这个物件，后边人讲了吓的，别人讲啊，我讲这你不两包的，不两包，你讲心两包，有意识的讲不两包，就是讲讲他
缘起不好坏，好坏在人性，缘
我就听伊。啊，就是伊，我就是旁观。你是我的，敢是安尼？伊是我的，你是我的，我是你的。那不得，你跟我进来，你第三分来。但宇宙菩萨有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生相，是菩萨。五怪有力的安尼，这两个对应起来是第三分出来呢。叫做众生相，众生相，众变众生相，像这样，你不能怪，你不听我的噻，你爱叫我一水你。当时呢，啊，一方面人听你的，见证啊，受得相，接着啊，接着了，接着我的啊，啊，那安静大家就快乐。所以佛告诉你不能讲，第三，四大平等的方向，四平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你哪里来的？那都是空平的，你我告诉你，你的境界，你的境界。咱今日活动达到人如平等，如人平等。你不是我的，我不是你的，阿和尚尊重。那安尼，我这个法叫做互相尊重。但是咱确实平等很重要，不是遐简单嘞，较嘛袂平等嘞，较做咧法嘞，有阵时自己法那难嘞，啊有阵时变那难，啊有阵时爽快，啊袂爽快就滴牢骚。而且呢，大家就想咧物件的物件，所以家己迄个概率的能力差，未当按照着正常的规矩行。啊，不当按照规矩，未当按照正常规矩行，叫当哪？叫做外道，叫做偏法，叫做外道。啊，你把偏见当作正见，你的消费意识，啊，你哪里偏重啊？当哪一个消费意识？啊，你唔明我，我明白。所以安尼叫做呐，一人一众啦，阿人呢相接入。签名，我阿弟签名，阿弟不签名，阿我签你个都别删，你签你个都别删，阿变呐。所以这个开始造成越压越火，如阿如火急，现在如阿如火急。那我们看谁？三十三军最先又出来了，你看那呢？伊呐？请师公来去做师公啦，啊，囡仔哪做哪死会着？意思做师公要囡仔活会着对？但是师公哪做囡仔哪死会着？意思讲无效会着？啊，这意思讲，我不我就是，我今日你愈死会愈严重，会愈吃力。这个意思差不多安尼啦。问题是出面师公吗？师公是一个言啦。问题出面这番吗？啊，是一个言啦。问题，不你只要翻掉想的问题，坏掉你想的问题，所以你在愈来愈严重。伊话食的问题，要搞病毒，先你叫人食的，你要搞病毒，伊是食的问题，所以你无法当去改变。所以我只人个思想，但一思想，所以想都是想这些，一切物件人都是想，所以思想叫做主观意识。你超凡意识，啊，一人嘅超凡有作用，就是代表你有作用，迄唔是靠物件，你都莫听我嘅。你爱超凡意识，你别再讲话是，我讲话你来听我嘅，你听我嘅袂使。家庭嘅安塞，哪里做超凡嘅？太太是做辛苦嘅，太太是家庭嘅文化，我听你嘅。听到尾，我来起无着，你知影无？后面王建，后面王建啊，还是离婚去啊？我是忍耐，忍耐，不是我，我无脾气嘞。我是忍耐，今时呢，你就胡乱来，你又来咁样斗头。那事实就是安尼啊，输的，天都嘛是，天都，混的哪都无招标，该回应的都回应，不回应，天都嘛是不平。那你连烧火，那他们天朝一点嘛，两个好人在互评，今时呢，所以你这个主观的操盘意念，让人都爱教育意识。这公司小商，这做电话小商，这都是都靠艺术。所以你主观要转为客观，咱不能说主观主观的操盘，咱用客观的来建设。客观的力量，我们主观的来建设，来做参考，以他的意见为依据。所以适转为适用的用，就是讲你适用起来，经济来你当中变得转变成第一经济。换成地方经济，这概念不会概念。
我顺便哦，那我直接双倍拉回，双倍拉回，四百点吧。啊，双倍拉回，大门哪里？大门啥里？反正我不怕进去。哦，你真牛哦！太夸张了哦！这他妈的，我操！假话！啊，太夸张了！这管你心里夸张，心里夸张，老一点概念，一点概念不够。概念我起码记得，我这是好的。概念我先讲过，所以台湾的概念很好，四百块钱。但是咱们改革卖物件，那个改革咱的心理呢？咱的心咱那么改革，那改革卖物件呢？当时呢，所以改革物件是赚钱啊，改革心理是做困难，啊做菩萨。但是所以呢，改革赚钱啊爱，但是心理改革我做困做菩萨啊。但是所以爱专心心地好，变来是困难，啊在路边飘，路啊路边飘。那个左肋的一笨，啊，那个肋是那个肋啊，加大的意思，啊，不有事，修到心到位啊，不必修心，就修到心到位，就不好问题。你希望做不修，你希望做逆天，你希望做逆天，但是如来呢，啊，双目两条，好，所以你成功，所以问题出在这个所在，你那好，也是很不会，这哪做讲的？用人专心不留情，欢欣应主那天天。三心专注的，心所作的，两观彻底，并说平心静气，那才叫正定。啊，第一点能心，就是第一点，就是因中转啊，歌手转。因中转就是哪些？干地必须心意，你要想哪些？啊，哪些？那就是叫做哪？叫做意想。第四识叫做哪？叫做烦恼识，对不对？这两识在操烦，叫做因缘转。因就是最开始，这个走因，这个走因是爱转落去，哦，爱改变就对了。转处不留情，你不改变，你个人的思想要受代志。你一定爱用功力，用智慧，爱用精力来做，爱做事。啊，因操心是要变成心所作品。这个心所作的地方，协助第六识第七识的成功，协助第六识甲第七识的成功，那叫做眼力必须心这五识，因为这五识心所作的路都蛮强，因为这功用就是协助成功的，这协助成功这都功用，协助因为看到、听到眼力必须心这五识的话好。因为你在协助的环境，你话第七识，有些物件意识去转妙观察，这个妙观察就叫做菩萨。这个明定、明定性定，这叫做佛定，叫做菩萨定。妙观察定叫做菩萨界，安尼啦。哦，妙观察定叫菩萨界，但是问题出在这个所在，咱今仔日用的佛五法界、八界、天界、慧界、法界。啊，不干这不干，啊，这一年一年的妙观察的，就是这个菩萨。啊，你菩萨这边能观察的一切，一切所有世界观察的，那慧眼阿罗汉也观察的。所以也专门叫做菩萨的，所以那叫做妙观察的，也会讲平等心的啊，那心无病。那你无心无平等，那哪？三千多件问题，时时会有，因为听到我是不会平衡啊。啊，平衡性因你的下段重心的内底，所以咱第六识叫做潜意识，第七识叫做潜意识。潜意识，咱人为什么会？阿妈我人，我去跟你讲，有诶你会记呢？对，我讲意识呢，我没有意识，我袂记，我无这个意识观念，我袂。我没有看到，啊！有一句话听着就心足痛，你人呐，吼、哦！我听着心够痛，我听着心足难过，已经入面的七识，你的七识内底有嘛指标呢？叫做执着是这边内底，这边内底房呢，叫做生意是有嘛指标呢？哦，啊，第六识一重要当中重要是啥？主要当中。我不在意，我不在意，我不在意的。
关系你对这个环境，环境如何，你对这个时阵，你都要受这个时阵的影响，因为你的是甲第七十五分钟，第一时叫做大环境，大环境就是不是了，就是造成，如飞机的破坏，所有物件就是形成破坏，所以呢，引导万物引导是安尼对了吼，所以这环境呢，啊，一些。不是用高压的，是用转世转世的功夫，所以说用心念转的观，生命就无限快。包括刚才这里啊，这里两个太长篇解释哈，有点。但是心念转的观要重新转弯点，转弯点跟转世转世转弯点，你今天肯定变，变去弄入边，你那你那个标会，是你做来标到。你都会变到你都，因为你不懂得转弯，所以你的转弯观表面都和脸面都，那你稍微看清，你不能怎么定义你转弯，你被他弄坏，弄坏你就假烂了。所以呢，你就无地去，不知何时能翻转过来。哇，你那个大路边的昨夜，哇，不知何时被他翻转过来，那你对那个防火信心点，因为翻转是叫保关心。也是七七分大改变，是以护四德，还想到生来死去是安，这当这个翻转，说他在，这个翻转啊，大概是这个你大改变，你真正用你自己，给自己的心理大转变，我实在太过话，太过年轻了哈，我讲，你要真的要大改变，哦。改变不行，你看，不签名我改大便，你泰国的语言了哈，他不知道要死了要签名后改大改变不改大便，他这些就是笑笑话，但是意思应该这么讲啊，广告讲那个对了哈，所以大改变，因为大改变我这个就叫跳出不稳定，这是。那讲愉悦拢有，人是一个凡夫，你跳不了必性命，必得不传人。所以呢，适得什么？真理实相，经历体是小愉悦的状态。因此，你要懂得经历小，环球主义无目标，这个环球的这个方式，第一就是自我的察觉力，人观性。察觉自己的方法，别人更参观的土地，别人啊，有点厉害。今天呢，自己是比你穿过百胜，百胜钢铁呢，最大敌人就是自己钢筋，最大失败就是自己钢筋。但是呢，你那个土地，无法度下无法度解决，因为那个地基结构没有办法，那个下的活化那个，底下那个活化的下。一年一年一年，虽然一年三年，你行不了，但是相对重要就是你家己内心说的这个经验，你行会好势。我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台风要来，台风哎，你如送到那边来，进来了十七十八个地方，有大无？你敢会得讲讲台风？哎，台风十八个地方送不下来，有可能无？你哪样想？我另外处。要好势，快水工要把疏通，把水排成，要好势。况且呢，因为台风来是一年而来，气候形成而来，你没有办法改变。但冬天你有那个查好了，这个风台对对也好，你的厝安然无恙，冬中无地方在生死点。但是今年的物件就毁了了，前年就毁了了，伊都无做，伊都无起来。
快乐无苦，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一个心态问题，问题是心态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你去帮助？问题是你遇到事情的问题，问题是你内心世界，你有自己去控制和选，你有啊，你有一个觉察的事情。你自己没觉察自己，后边发生爆笑，没办法，不不好。所以对此境的觉察力没有力量，就没有智慧，那么地位，那么能量，修完的方面偏差，我有正向的目标，变化的反思会，变化的反对应，变化的反利用，变化的反分配，把它对啊，我是细轮把它弄平平。但是呢，社会平衡，看不起，看不开，按哪样当中，你在办什么道？你是在办龙道，而不是在办天道，你要搞清楚。所以办天道是你懂吗？这心不讲，你是要办天道，你办龙道。你记得心不讲，你是要办魔道，不是要办天道。所以你要很清楚，你这个道人的问题，就是你个人心的问题。天明，你对的，因为心不天明如果，你的心没有天明，你到哪里去都没有天明。你的心有天命，你到那里心都是有天命的。得力的开明家嘛，好、哦，修完德，方法尊师重德，听师重德，尊师重德，尊师不修德不尊师，就是不尊，不尊天命。咱常讲，咱的根本是去逃避天命，啊，心要顺，但是，但是咱对咱的根本是无尊。那别人先不尊，安尼来公平啦吼，安尼你有尊天命无？你犯到来这当中，你不重道，你是咧犯人道，你犯到，你犯到，你不重道，啊，道动作是啥事啊？哪海你刚才犯天道，我你犯到尾有后悔，再犯人道，尊师调遣，好、哦，这是重要，这个我是重要。出兵到皇帝面，这是你那个地主的功。好，咱十五条，叫出到皇面。咱一个人才要办事，咱要出去到个办事，一定要给人家个出路。对吧？一定要给人家个出路。但是原来，一定要，就像咱这么说，要出门要给人家个出路，对吧？嘛是要给人家个回报。咱不怕三三国演义啦吼，迄、那个诸葛方面有无？诸葛孔明，伊每一届若要出兵，一定爱哪啦？一定爱有一个啦，有一个听从迄个出师上出师有名，出师上火咱个皇帝名啦。皇帝看哦，皇帝看你当出兵，你当出兵哦。皇帝若不要你出兵，你就当出兵哦。你出兵，但是你见见到了，你要甲皇帝报告哦。哦，这是叫做出兵。皇帝叫做哪？皇帝，皇帝令嘛。但是咱今办的叫做哪？天命。但是天命是信贵皇命哦。但是我今日作信哦，出去三个月两个月，咱不如甲咱点个书办，讲报告，我开始还没上班，还老贵。毕竟不三个月两个月，咱个母人都，咱个母人说会崩溃。你不先讲简单，我当兵还是辛苦。但是你一个修行做无好势，啊，咱在古时的时阵啊，人事的问题，啊，若安尼搞意思，毕竟咱袂使对一件行为咱不重视，这是因为过去老祖对甲咱交代，咱人才要出版了，一定要向着点师出稿，你也领导点师出稿，好，我们这些点师要出门，一定要向前人出稿。千年给你淘汰，千年老家你别再出来，家你不能出来，你出去别再出来，你出去就是半人子，这点里面不像人子淘汰，所以那个修万道，缺乏尊师重道，天师调起，不要忘掉，板德不武，谨信谨念，板德，板德是何等的殊胜，不是出去淘汰。其实我好，我相信我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在处理办公，其实都是。
2080 tu yang betul siapa orang kan tapi很什么很辛苦，对不对？真的很辛苦，很委屈。好、哦，啊，所以呢，你现在在店当中，但是恐怕三年提高太高的薪资，你这是民国35年前，35年，那恐怕今年就要35年，34年前，你要给给你建议，其实呢，恐怕太高了。我做几回，我做到34年，那我33年，你要给34年。我太太怀孕，我因此几岁就是我是太太几岁，我是太太我生因此，我右边不敢回，无边不敢自转，这是叫人吹，我吹一届两个月，一直咧坚持做三个月，我不转，乌龟你要讲太过话，乌目睭不要看太过面，乌耳朵不要听太过话，乌嘴鼻手不要写太过面，乌耳朵听袂出来写哪我唔知影。不行，那你这里面那几张贵几张，真贵，被我痛痛34回，但我在做手表，做不长。哦，太太，我做生意啦，我那个想说还不当说说，我不得要等我唔看到呢，唔看到是咩？直接到的他叫我来变他包台，唔看到。为什么呢？差不多黄昏五点的时分。咱比如咱们后边那个叫梯阶咯，梯阶咯，啊，我对于梯阶咯，伊梯咯是单包个梯阶咯，唔是坐指挥车咧行，是一单过一单慢，啊，梯阶咧行，慢慢行，慢慢行，拖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啊，还有一首《有车我无力》，苏北很多哩，也好无话，你。你会做你要相信可以接受你的心情纯纯纯纯纯纯心上帝多利亚多利在哪里是会做有点会的钱如今输来安慰朝天爱别吹，笑一笑。老师就是高级先生，笑一笑，老师就是慢慢跪跪跪。笑一笑，老师今天看，老师真的听到那些道理，在泰国慢慢开启，那前人的话，付出的照，只要你。所以你方向标定，目标标定，你绝对不要失去你的信心。到时这就是真的。无论山边海角，输嘛要找你多。所以这点呢，一定要勇敢。所以呢，哦，海滩心情勇敢，海滩是难度不合方的事，为了自己啊，任由自己转变，而不能以身作则。希望到底上些什么开始？你记住，弱人得不是你记住，你要弱人是，好看惯了。我首先在这边说，我在这用我先不讲，他们已经做到很好，但是结论别的是习性贵的，这叫不盖房，不盖房标的，我们往边空气了，这是人身攻击，我们要泰国的媳妇。你要去南北部，南北部的那个草地嘛吼，乡下，那个所在我建议你，你那边的南北部嘛，你那边的也四卡，你来往边参观，我讲意思听无？四卡无你大差袂掉嘛，四卡一定是参观上差袂掉，但是我的意思讲，比南北部这个物件，咱你这本书，就是贵你先来讲，也是不可以养尊处优。人才不可以两尊处优，你本身用着你台湾的习惯，我去一定要输那花钱，爱分什么物件？你是有这个心理，我多钱对你退啊？哪来？这个输人，错人，还是人才王？要比他要比赛，你多钱的心目标，我来把你设定越远越快乐。该怎么样？34已经到太空。
头发出头，你要去办那个所在，你讲，迄个所在山头，这边做，两方面，这边做，哎，这边，是吧？这边差不多，我那比你那差不多，你遐怎样会啊？所在，啊，比你山头低，啊，这边遐所在出来就蛮粗的，蛮方。但是我后面车是变量的，泰国温度温度怎样？泰国温度是就是。哦。迄、那个地方吹的拢烧风，真正上硬，你不去流汗嘞，里面嘛，你要接受。去到东北部，东北部真是好啊！迄东北部当时是安怎？你是真好真清楚，真熟悉。顶一条红水，红红水啊，红红水就真正来，因顶边落雨，因厝业，因一家十几啊，安怎在做？哦，天哪！迄个红红水就是顶边。河水流落来，啊，流落顶悬，当中讲迄个河沙粉啊，焦晒啊，伊也是飞落到顶悬，无咧焦晒，啊，有影足惊，啊，流落当中，啊，久啦，流久，迄个会沉淀，啊，顶悬含水，啊，下底惊啦。但是红坑啊，迄红坑，迄个红坑的水拢叫有一个池啊，你知影？叫水池，水池，你捌听着？水池，水池咧尿尿尿，你咧把卡起来。
军营主义团体，我们的朋友。第二段就是咱的制服老师的主笔，父母，修身不修的修身，哦，是修修炼忏悔者，修身保护人，啊，付出不变多，哦，这个态度真修，哦，这个叫修身不修，当然这个文明界的这个文化的问题，但是在文明界当中，这个叫做安排，如果你要把修身不修这个讲出来。这样的流行是个有真正身份的，那是真正有个意义。啊，若无是念书歌呢？所以咱今日去，咱为啥恁好音乐？咱是要只要心来修行落去，是心修炼忏悔，是心唔能修，修到最后，你做的事情上天容易，你想的你做的事情上天容易事情，这个袂差。这个因地果回生，造什么因地就结什么，你家己提的你家己。所以呢，今日去面对着这个真实面的讲起来，这个正经啊，正所谓啊，这个叫呢，咱一定要坚持，这个叫生根论哈，修炼用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去决策，你去修炼把人做干干，你修炼到底是让天干干。而且呢，你修炼家己，要求家己是通过物件，但是你若家己看法对方方面，冲动，未来造成来，你无对你自己完全无效，所以你是你辛苦的物件吼。所以今日咱嘛三号，咱连到一世人来啊，意念不是变化不好，咱得修着这个舒适的意念，咱今日来啦，唔通家己放纵。原料不问谁在，因为原料是真实创造的，你要问，真实是无名，你是真心就是不问，不问啊，不问实心，不问就是无名的真实心。咱今日在第二问咱，不是无名，花一时间嘛是，你遇到作些困难来，你讲你不巧呀，小心发作，这个当中。咱好像到泰国，安平里泰国安平里，并且迄个小弟儿洪兄，洪兄啊，伊咧干部无方便，诶，干兵，啊那时候因无兄，无少，那我唔知啊，反正就是姓，嗯，叫来姓，啊，即个迄个洪兄啊，好，爱去泰国办个，去唔知去几年，你要办了去，伊是啥？你要办到马赛了，马赛。被退出去的，不是刚才人叫，那隐性的，那些人传了某个国家，那耳机去到泰国，那个那四个班，五天的升班，五天的升班，那到第三天，那第四天，伊的安吉利有那传销的传销人，伊参加那个班，到了传了苏尊，那苏尊你叫等我，苏尊好，苏尊。无论心多慌，路多长，修多苦，办多难，过程是心的宽度与心的深度。只要你按照熟练的脚步，前面就是出路。好啊，东西太好，就好干，马上，今天好干，超别贵人。以前的未婚啊，以前的那个小妹的那个心情，小妹小太不管的那次，东西小啊，你不要死心，等了要多久？十这么空间位，所以以前那公安啊，那感受，我也他那知道。无论心多慌，路多长，修多苦，办多难，为钱，你的心的宽容，但你心的心多，你的心一定爱着，你的心一定将爱着，你听没？主要你按照所变的脚步，经营跟人家走，你按照这个脚步行，好像得出来。给小老了，小天才你怎么呢？所以你不要问谁在吧，你也不要问谁在吧，你这个根本是给你处理，你只能给他两万，那你不是你问题，反正行得对啊，奖金得好才知名，奖金就毛不清楚，不是的，得好虽然你修得多，这也不
刚刚不远的边缘边，我收草嘛，你小心点，咱抓草药呢，无呢，我常用人呢，收草嘛用人呢，抓药嘛用人呢，心烦嘛，但是我这边反倒无传去到时来的，我们现在贵人的时候呢，你那他们现在干活，但是干活了后边呢，黄金的到时，黄金的到时，天天干活的贵人。后边这条完全到时，咱修本都是个贵的，后边就是哪，原来各位，咱后边是原来，刚才讲的就是安尼，啊，出华从先出一先，迄、那个出华叫出华，出就是这个兵出将相，迄、那个华就太华丽，修完本都就是太华丽，咱爱兵出要咱家己迄个华丽的心态，干嘛咱？我对你有这个心理，你有这个心理，你出来怎么会？所以跟苏州老人讲过，不然忠信从就是一点一点的从上修完的，从上面崇高如信。那姐，你听我跟你说，啊，王座前面大哥，啊，这点的是最高，啊，你也是老，哦，我还讲你懂，啊，前前大哥不二。那种崇高的地位哦，那种崇尚的地位，那种真正崇高崇尚的地位，那你有崇尚崇高的地位，那对不对？后边那个呢，死，那故事，你修本都无信哦，足重要。我无信，因为我崇高的地位无，你讲啊，看你真难无。修养要部署不可以虚伪行事，这些假修身没得放，就变凡事有什么事变，但是不要太执着假象，不要太那个我们人啊，不会有控制啊，所以呢，这个借假修身，那些发现对不对？认识行先对不对？那你借也跟着吧，那你认识性那个借，你靠胸，你贴的心力啊，空的空有无？空的是空就是有，是空八天。你空有无？但是虽然你那个那你修嘛，那究竟八天，但是那太靠这心力，我爱出心魔，心态啊不和谐，那你就好，那你是蛮不错。但这心的这个阴阳啊，你这蛮变动，所以人家一点八天。先啦吼，愿心用天，天师；愿心用天，啊天师。愿心就是温暖，叫做温暖之心，也是你的真心自然来做主。亲像你人讲的吼，人要常清净，啊天地世界规划，要今日天地是主相，会当照着这个愿心来用天，唯有你的主心用来念。为了自己清净无量心，那阿弥陀佛的那好天天心了哈，东方即是一心心，东方当下西方虽然请不到，即是马上变成西方的境界。那阿弥陀佛的一种的上天的呈现，多些点，再变成钱，那达到几千点点，那达到几亿。
青春年轻先不走了，百年痛啊洒脱去，百年千差百别，没完没了茶树放下，对今天的时代洒脱，一百年一切诸水一年一年到这个世界旁边相关的人啊，在这里延迟幸福，延迟幸福，告诉你，你拄着这现代的工，你不要轻轻忽，但是原来你要这几年来看。第二年个就好少，阿婆阿婆，你看我，我看我，但今日但五千元是左元，还是那半小时，是你想左元还是左元嘛？所以这个元在这当中，你不能够平衡百姓，那安尼当中，你如情况是要海阔天空日浪不知自在，书面多得不喜欢。说明的上天说你应该到生活这个世界，别话我话相信，我当着你面前来讲，你挑起挑起重任，任重道。那你讲呢？你今天你应该跟别人到这个生活世界，你有说明啊？你有经验啊？不然说明个人的经验都是我当着面前来讲，都是不得，因为别人提出是我当着如来阿妙的。而且我们给他名义名义，所以呢，大家心里有个说明，都非常的形象，所以任重道远，先给贵宾表示，这个应给就是平安官，如这个风吹来当面，贵宾叫地位级别，就是咱首先级别表示，非常的表示，咱伊个姓陈，万万年代表。不是要做到那个，但不停的代表。咱讲这个东西，咱每一个人要承接到这个职业，要承接到这个故事。不是咱家己讲的，不是咱家己讲的，不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上天的地方叫天命，这个传承下去，东西到这里传承到成千人，成千人啊传到很多千人，很多千人再传给我们这里。慢慢的相传下去，这是一个代表。你看，他那登顶后，那个给破案的系统，案例套话了，那在做手术的。那安尼，咱变成对咱后边，当你这破案有点执着，来心疼我，心疼这过程。所以，今天一点半，我们时刻应给贵宾分享，他只带三点个传承了。后边呢，继续办，他那么大气，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金牛两三块，丁香把传承记号，哦，这个英文传承的晚饭的概念，以而性的来把这个规定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并不达奉天干歌姬来问，归随天阶何老千里丁山一套。一个安千年为尊贤，因以求千年为应得用心，尊奉天命宽的地点，尊前天后一心一意，互通达会，千求万年先刻不退，万难不息，各种尽瘁顺无意，如有心靠不移，不尊不归，痛歌主办。服用无言，扩大自己的视野，不依个体为重，不遵求前缘，领导不教导无使命实行，不实心修炼，不教世缘实行者，愿修天大五雷奉献，心灵勇敢，地主信书拿下不凡的圣号，定护佛一口，天恩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岁主贵报，还是平地的印啊！哈，这是一个平地的光盘。啊，当然，现在时间上的问题啊，哈，反正没办法，把它解决。啊，还在火化，那个里面构成，后面然后啊，单底，那可能只能啊，一下水哈，把那沟里还是过得不太久。啊，最好就火在沟里，把那心情愉快，心情平衡。
但是咱这个事情要进行啦吼，啊，咱就要离婚，事情要来离婚吼，咱先努力。对啊。要真诚地验哦，不然疑心皆已哦。他掉地验很容易，我来等离婚。笑脸哈，非常推，安全推，也不怕红推，只能推。啊，好嘞，看你笑脸，看到笑，笑笑红推哈，注意了哈，好，你们笑得温柔哈。我们这里，来，一般。